谢。哎，花郎娘，哎，阿生，我拿去，拿下钥匙给我老妈。你的自己拿了。哎，我急着去跟女朋友约会，整天抠女。哎，抠女，那等你帮我拿一下。我没空。没空，那你干嘛？我要去收破烂啊！哪里像你这些有钱人、哎、收破烂，一天多少钱？一两百块。那我给你300块，你帮我拿过去。这样子啊，行吗？可以啊，我急着去跟女朋友约会的。哎，300块、啊，拿给你老妈是吧？是啊。那有钱就好办了，那能别的快点啊！啊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了。哎，你不是我那个大头哥的同学吗？是啊，你认识大头？哎呀，前两年你来到我们家，杀了几只鸡啊？不记得啊，跟你喝的烂醉的那个，小鸡啊！哎呀，几年没见，哎呀，哎呀，头发少了点，是啊，认不出。哎呀，这几年不见了，怎么做大房东了？啊，我有几十套房啊，还收租了你，啊，这么有钱啊？啊，这个就是有钱啊，那不是几十套房的收租收到脚软那种了。还穿一个人字拖，哎呀，不愧是个大老板了，现在，啊，没有收破烂的，谁信你、啊？哎呀，你怕我借你钱啊？没有，我不借你钱的，我知道的。哎，那不闲聊了，改天跟你喝两杯。那好的，改天我去大头哥那里一起，啊、是吧？啊、我拿两个鸡过去。啊，我走了。哎呀，都几点了，又说。在这里等，这个玉老五这个没呆工真不靠谱，真的是。哎呀，哎，美女，哎，我想问一下那个玉老五啊，他家在哪里的？玉老五啊，你找他干嘛？他说叫我在这里等，他帮我找相亲对象，我等很久了、哎。他也是这么叫我的，我等了一个小时都不见人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他介绍的对象是像广东那种穿人字拖，还有拿着一口锁匙那种，多好啊！一辈子都不用，一辈子都不用那个。哎，帅哥，怎么回事？你是单身吗？我单身呢。去哪里呀、啊？我去那边呢，收破烂。收破烂呢、啊？你别那么低调好不好？那这么锁那么多锁匙，还是说？手破烂，人字拖。这个锁匙不是我的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人字拖又这么一大串，象征了广东的富豪。我就喜欢你这么低调的。我也喜欢你这样子的。不是我，我说不是。你单身吗？我单身啊。我也单身，你看我合适吗？你漂亮啊。我21，合适吗？花兰泉。哎。磨磨蹭蹭的，钥匙。拿我钥匙那么久，什么他这里扣女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哪里？大姐，这个钥匙谁的？我的。哎，不是你的吗？不是你的吗？我都说不是我。你骗子，装什么逼呀、啊？切，那你没钱的装逼干嘛？真是。哎呀，我都平白无故扇了两巴掌，我都说这钥匙不是我的了。哎呀，你。